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平白星，今天要教大家如何打天堂 M 欧林的组队副本任务。首先，你要找三个闲人和你一起去打副本。结束时，四个人皆存活将会出现封印塔，击破封印塔有机会出现巴图瑟，击杀巴图瑟有机会出现马库尔，击杀马库尔有机会出现西马，击杀西马有机会出现卡斯伯，击杀卡斯伯将会掉落破损的海盗船藏宝图。使用破损的海盗船藏宝图可制作海盗船宝藏图，使用海盗船宝藏图可传送隐藏副本挑战奥尔丁，打败奥尔丁可以得到金币。及欧林的日记碎片及随机道具，欧林的日记碎片乘16可以得到欧林的日记。我不会告诉你还会有机会失败。欧林的日记加10000加上神秘的珠子可以得到随机的五种道具其中之一。我也不会告诉你拿到的就是垃圾。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，请记得右下角按个订阅，右下角按个喜欢，订阅旁边的铃铛按下去，随时可以收到最新的消息。我是平白星，记得分享给你旁边。